用期待的头文字D续作 MF Ghost 高燃来袭。故事是与头文字D处于同一个世界观，时间设定在D计划结束的20多年后。在这个时代，电能源车和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使用化石燃油的汽车被淘汰。可就在此时，在日本有一项以几乎停产的内燃汽车为主的赛事，以超高人气席卷全球，而赛事的名称便是 MFG。 而我们的男主夏相是藤原拓海的徒弟，19岁就开始参加各种赛事，并获得数次冠军。不过夏相一直在海外参加赛事，却没参加过 MFG， 对于他的名号还没响彻整个 MFG， 而他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便来到日本。对于职业赛车手的他，自然也不会错过参加本届的 MFG。 在比赛前，夏相先是前往父亲的老熟人西园寺家里暂住。此时女主西园寺恋刚回到家中，第一次见夏相，西园寺恋便喜欢上了他，只是出于羞涩，谎称要做功课，躲在房间里暗自窃喜。随后，夏相经过西园寺的介绍，来到了旭方车行，因为夏相为了参加 MFG 需要一台高性能的跑车，便向旭方原著改装跑车的性能。可旭方却提醒夏相不要抱有太大希望在赛场上出风采。MFG 的车子虽然对改装没有限制，规则是以抓地力车重比均一化，即便是花费不菲的轻量化改装，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是马力足够、平衡性又好的欧洲昂贵跑车更为适用。因此，这条规则也是被誉为富人规则。可夏相却觉得能体验 MFG 就很满足了。随后，旭方也就带夏相来到车库。这次夏相要开的便是自动挡的丰田86。很快，夏相就前往 MFG 本部报名参加预赛。 也就在此刻，他遇到了香叶顺。香叶顺是唯一一位开 GTR 进入前10的人，而且上赛季排名第9，算是夏相的前辈。香叶顺见夏相为人实诚，也就带他去吃上日本拉面。同时，两人通过直播得知了 MFG 预赛位居第一的贝肯，而他开的便是保时捷911卡曼，他是保时捷公司培养的超级精英，也是夏相参加本次 MFG 夺冠竞争对手。但香叶顺却很疑惑卡曼的性能居然能跑出第一的成绩。很快 ，MFG 预赛正式开启。在解说员介绍下，我们得知 MFG 预赛是以排位赛的方式比赛，按单圈成绩筛选。 超过300位的前15名则是有资格晋级正赛，而这15人称之为神15。出发前，旭方表示夏相用一套新轮胎跑3趟应该足够，哪知夏相还没比赛就向旭方道歉，因为他要跑一趟就把轮胎给耗光。听此的旭方都吓得菊花一紧，接着夏相坐上86向叶顺就提醒他千万别撞车子。在小田园这段路是 MFG 最长的赛道，像香叶顺这种老司机都无法记住赛道每一个细节，上坡要保持在 70% 的力道续航，最关键的就是下坡到第三个计时区，一定要控制力道在 50% 到 60% 之间。 等你跑完就会明白我的用心良苦。也就在夏相准备进入赛道时，兼职担任7号天使的西园寺恋见到了夏相，可夏相却没认出寺恋，反而注意力全在赛场上。夏相驾驶着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丰田 GT86， 在小田园赛道上表演一波藤原拓海的超高速四轮漂移。就在刚刚，夏相驾驶着丰田 GT86 参加本届 MFG 的预赛，就很快加大马力冲刺赛道。而跟在他身后的 AI 智能无人机通过录像，很快就会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在电视机观看比赛的西园寺夫妇，得知夏相用片童的名义参加比赛，意识到夏相是想通过 MFG 传播到世界某个角落的父亲，通过直播让父亲知道自己就在日本。而西园寺妻子看到夏相失去父母照顾，还独自一人来到异国他乡，觉得夏相很可怜，表示实在看不下去就转身离开。而赛场上这边，夏相刚进入第一计时区，香叶顺就吐槽 GT86 毕竟是个手动挡，跟其他的豪车相比明显不在一个档次，觉得换挡离合器汽车都已经过时了。然而此时的系统却提示夏相排名升到第54名，香叶顺却认为一定是系统出故障，像旭方的垃圾 GT86 怎么可以能会跑那么快？就连旭方也认为是系统报错。然而此时的夏相驾驶的 GT86 沿着弯道持续加速，系统再次提示夏相已然升到53米，而且还被 AI 加上了注目标记。这就意味着夏相是本次 MFG 预赛最亮眼的车手。距离上一次注目标记的还是去年驾驶着718卡曼的贝肯，而夏相不过是19岁的少年就被注目标记。在场外观赛的众人都震惊夏相的 GT86 居然能进入前100。要知道，参加本次比赛的前200名车子都比 GT86 的马力还要强，就连旭方与香叶顺也不敢相信。对于老车手的香叶顺看来 ，MFG 是以抓地力重量化为规则，想要在第一计时区领先车子的马力必须足够。可夏相的速度还在持续飙升，跑完第一计时区，夏相名次来到52米。旭方提醒夏相，下一个计时区是下坡，车子会因下坡阻力负重增大，必须要改变刹车的平衡。可夏相经过跑完第一计时区，已经适应了 GT86， 便决定加快步调。听此的夏叶顺吓得差点把屎都给喷出来。夏相居然不按套路调整速度，反而还加快。夏叶顺有点怀疑夏相的来历究竟是什么人。对此的旭方也不了解夏相的身世，只知道夏相是英国赛车名校学生。Fantastic，尾田さん。この車。 而远在大厦的男人在得知 GT86 的惊人表现，车手是片童夏相便随即打电话给梁介。梁介在得知藤原拓海徒弟夏相加入他制定的赛事规则，就期待夏相会正确解析 MFG 的规则。男人闻言一脸懵逼，他不明白制定规则的正确解析是什么。或许只有夏相给出答案。此时主持人都被夏相惊人的表现激动的渲染，因为夏相的名次此刻已经飙升到44名。不过 GT86 在经过上突破时速度突然下降，和其他车子相比 GT86 排气量上有很大的劣势。
接下来是第三个计时区，向叶顺抢夺旭方的麦提醒夏向，在不熟悉路段情况下要控制好车速，不然会死人的。但夏向却很自信地表示赛道已经在他脑海里播放，因为夏向在比赛前就观看过3遍赛道路程，所以对于每段路的细节早已刻印在脑海。随后夏向在下坡的弯道利用轮胎打滑的惯性急速过弯，看到这一幕，向叶顺也意识到夏向不是在装逼，完全是以进入正赛前15人为目标。于是他让旭方千万别给夏向泼冷水，影响他的情绪，要让夏向精神状态专注在比赛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提供夏向前方还有几台车。很快在旭方与向叶顺的帮助下，夏向的名次又一次提升。但接下来的路段是死亡区域，这段路会有大量的雾气笼罩，对驾驶员视线影响极大，而且还有凹凸不平路段，稍微不小心可能会撞出桅杆死亡。就连向叶顺这种老车手都谨慎驾驶，可夏向依旧丝毫不惧保持平衡进入死亡区域，而且还没转过一次弯道就加速行驶，没有丝毫犹豫。换作普通车手，经过这段路面高低落差的情况下，都会采用刹车规避风险，可这些极具崎岖的路段都被夏向避开了。因为夏向在比赛前就通过手机录像全程记住了小田园40公里的路程，虽然难以置信，可夏向确实做到了，而且排名也冲刺到了30名。在 MFG 赛事规则上，跑进前30名的车手会获得积分，并且主办方会免费提供车子轮胎以及其他奖。此时 GT86 已经穿过死亡区域，并以惊人的速度持续上升排名。接下来夏向的这波操作直接震惊所有人，夏向在转过弯道漂移的瞬间，让远在大厦上的男人看到黑白色的86，这丝滑的漂移毫无疑问是藤原拓海的超高速四轮漂移。此时夏向的 GT86 已然冲到了24名，接下来的路程是第三计时区，而他只需要在这个路程提升速度，就可以打破位居第一驾驶保时捷卡曼的贝肯。此刻贝肯通过无人机拍摄录像在电视机旁观赛，而他却嘲讽 GT86 缺乏动力，觉得夏向之所以能进前24名不过是靠着压榨轮胎换取动力，用不了多久 GT86 就会在最终点的直线道路降速。而且他也完全不在乎夏向打破他的历史记录，因为他在比赛时隐藏了不少的实力。与此同时，夏向驾驶的 GT86 已然来到了第18名，而且他还以丝滑的漂移持续冲刺。旭方看着夏向在赛场游刃有余漂移技术，感觉夏向是双重人格，因为平日里看着夏向是那么的温柔，在赛场上夏向为了冲进正赛仿佛就像是一头野兽，实在难以相信他是同一个人。可向叶顺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参加 MFG 赛事的车手只要坐上车，手握方向盘的那一刻就会进入战斗模式。不过向叶顺看着夏向驾驶着 GT86 极速的表现，感觉夏向还隐藏了一些实力。尽管看起来夏向所开的 GT86 速度快到难以置信，可向叶顺却看出夏向是以平常的车速跑出成绩，就算夏向与自己说还能加快步调，我也不会震惊了，因为夏向实力很强。也就在两人闲聊之际，夏向车速从16名飙升到15名，这也意味着夏向有机会可以杀入正赛。旭方本想告知夏向此刻已经位居第一，然而香叶顺却阻止旭方，因为接下来的路段会有很长直线，没有了下坡路段的优势，以 GT86 现在的马力很快就会被身后的车子超越，所以现在只需要夏向专注于拉大领先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流逝，夏向与终点也越来越近，身后的 AI 无人机渐渐地被 GT86 甩在后面，但是比赛并未因此而暂停，观众只能通过设置在赛道的摄像头观赛。而此时的夏向这边有点不乐观了，因为他的排名下降到了第15名， GT86 是自然进气的 2.0 排量，即便拼尽所有马力也难以抵挡前方厚重的空气墙。看到这一幕，旭方感到愧疚，明明夏向有着超赞车技遥遥领先，却因为旭方的车子马力不足导致夏向失去进入正赛的机会，实在对不起夏向。此刻 GT86 正以最高时速230公里蓄力挣扎，身后的 AI 虚拟车子也追了上来，毕竟能来到这个位置的车子马力都不低于 GT86， 眼看前方就是终点， GT86 只需要在 0.3 秒超越车子就能冲进正赛。所有人都在看着 GT86 咬紧牙关，然而结果就是 GT86 以 0.019 秒之差下降到第16名，无缘正赛。在电视机旁的西园寺看到夏向没能如愿进前15名，差点犯心脏病，而旭方却趴在桌上痛苦，恨自己的 GT86 太垃圾，让夏向降到16名。比赛结束后，旭方本想抱歉，夏向却表示感谢旭方让他开那么出色的车子，能把那么好车子改装到极致。旭方是一位很出色的技师。就在三人聊得入神之时，小练突然的出现在夏向面前，一个大嘴巴子打在夏向脸上，之后就转身离开。或许是因为小练太过担心夏向在比赛场出事故才这么做，所以一句也没说就走了。只是夏向太过于古板，完全不懂小练其实是喜欢他。而远在大厦上的举办发现到有选手在参加 MFG 使用违规轮胎，因此失去正赛资格，而夏向替补到正赛第15名，男人不禁赞叹夏向与藤原拓海运气一样好，就连进入正赛都那么似曾相识。得知夏向能进入正赛，向叶顺激动地表示可以和他较量，夏向也期待与 MFG 排名第9的向叶顺一较高下。值得一提的是，夏向会碰上位居第一驾驶保时捷的贝肯和排名在他之上的众多高手，并且他们开的都是奥迪、法拉利、兰博基尼等一系列的豪车，而本次 MFG 冠军奖金将会获得1亿日元。此外，赛季积分第一的还会获得11日元奖金，那么就让我们期待夏向在正赛的精彩表现吧。
次拓海徒弟下向驾驶的 GT86 挑战 MFG 顶级车手神15人。与预赛不同，他们都是开着保时捷与法拉利这种级别轻量化改装豪车，即便车手车技一般，光是砸钱改装都比 GT86 马力还要强，下向又如何应对？在正赛开始前，下向事先让旭方再度改装了 GT86。 由于预赛时下向惊人的表现收获了不少赞助商的支持，所以这次旭方会提升 GT86 马力，而下向唯一要求就是让旭方解除循迹防滑系统，这么做会让下向更轻松操控车。交代所有事情后，下向就与小练前往镰仓寻找父亲的踪迹。在路上，小练还在愧疚上次扇了下向的耳光，可现在看来，下向似乎完全没认出七号天使就是小练。也许开赛车的男孩都那么古板，下向完全不知晓小练喜欢他。在海滩上，一位老奶奶看着两人蛮般配，提议给二人拍照。下向本想拒绝，哪知小练上来就是一拳。对于恋爱脑的小练自然也不会错过与下向亲密拍照。到了第二天，旭方就向下向修改合约，让他多拿酬劳，但是被下向拒绝了。对下向而言，车子和技术都是旭方提供的，理应给旭方拿更多 MFG 所给予的奖励。而且下向不在乎这点小钱，他是为了挑战赛事才参加 MFG。 也就在二人离开餐馆时，下向遇到了神15人中的八朝祥和北原望。八朝祥开的是莲花 X， 北原望开的阿尔法罗密欧 4C。 旭方提醒下向这两兄妹不简单，在 MFG 比赛中他们合作战术的滑流极其厉害。很快 MFG 正赛开启，这次参赛的车辆堪称豪华阵容，光是前五名车手的赛车就是梅赛德斯和迷你保时捷，而且有些选手不是一般的好，就比如打电话的这哥们，他想要在第二站提升马力就砸个几百万换车。对于老司机的香叶顺看来，车子马力再强，车手车技垃圾再好的车都是徒劳。随后下向与香叶顺告别，比赛也随之燃起。这次香叶顺要拼尽全力冲到赛事第三，因为只有站在颁奖台上，他就可以指定让小练给他一个 kiss。 此刻所有赛车缓缓通过闸门，跟在赛车前方的无人机会根据车辆进入赛道，负责监控所有车辆的车速在40公里，如果发现到车子追上无人机，就会被判偷跑处罚。偷跑的车速会强制进行15秒低速行驶，等最后一辆 GT86 进入赛道后，无人机便开启信号灯提示，所有人都加大马力冲刺。而香叶顺驾驶的 GT2 在看穿前方的 AMG 在轮胎状态下无法发挥出它的牵引力，便急速过弯超越 AMG， 刹那间就来到了第四名。在他的字典里可没有防守二字。而与此同时，前方的车辆彼此争先恐后，光是第二名就有四辆车轮流争夺，这也让位居第一的贝肯逐渐与后方三辆车拉开距离。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种程度，主要也归功于贝肯对轮胎管理相当成熟。贝肯对加热冷胎的技术十分精湛，做到这种程度就仿佛感受到四颗轮胎的温度，并且会巧妙地控制让哪颗轮胎升温和降温，所以这解释贝肯的技术被誉为世界级水准的车手。不过能做到这种水平的还不止他一人，那就是驾驶 GT86 的下向。刚在看到 GT86 过弯侧滑就问起下向，是车子的平衡性出问题吗？然而下向却表示刚才的漂移其实在做步调好让适应车子。接着旭方问起下向为什么前方的车辆看起来没那么远，虽然下向的前方有本田与阿尔法激烈追逐，但下向的后方没有车辆，所以他能很轻松地保持最佳的车速行驶。不过要是下向也加入他们的战场， GT86 的表现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下向只是简单飘了个移，居然把 FK8 甩在身后，就连阿尔法和莲花在古董 GT86 面前都要忌惮三分。就在刚刚，下向驾驶着 GT86 跟在阿尔法与本田 FK8 车后，眼见前方在争斗，下向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直接狂踩油门加入他们的战斗。旭方见状都觉得下向疯了，要知道 GT86 与阿尔法和 FK8 的性能差距极其遥远，想要超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下向表情却毫无波澜，紧跟其后。与此同时，在下向前方的土豪哥驾驶的兰博基尼在被一台宝马死死盯上，土豪哥当即咬紧牙加速，说什么也要甩开宝马，毕竟自己可是砸了几百万豪车参加 MFG。 而 MFG 之所以受全世界关注，其原因就是以抓地力重量均一化比拼，简单来说就是转弯速度均一化，对车子的排气量要求不高，主要能在过弯时提速，谁先占据前方就有利于掌控局势，加大马力冲刺。因此 MFG 就演变成了富人游戏，只需要花大钱改装车辆提升马力，谁就能获胜。所以像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这一类的车排名会如此靠前。可今年却出现了转折点，参赛选手贝肯驾驶着保时捷卡曼，却以车身平衡胜过马力的思路跑出成绩。与之相同的还有下向，虽说 GT86 马力低，但下向对车辆轮胎温度把控成熟，还精准计算车辆漂移轮胎的耐久性，这也契合高桥良介制定的 MFG 解析的方程式。而同一时间，远在大厦的男人见状却不认为有人能正确解析 MFG 赛制。良介说过， MFG 是地计划升级版，也是车子对公路跑法最快的答案，想要跑出优越的成绩，对车子的性能要求极高。就比如香叶顺驾驶着 GT2 一股脑的冲劲，眨眼间就来到驾驶奥迪版本的车后方。虽说香叶顺被前方车辆防守，但他认为只要 GT2 马力足够，绝对不输于欧洲豪车。而前方的版本之所以能压制香叶顺那么久，主要还是他的车子是配置了大排气量的引擎，
和电脑控制 4WD 系统让车子过弯时直线提升性能。此刻所有车辆已然来到了第二计时区，从刚才的上坡转变为下坡，而这也有利于下向借用下坡的提升冲刺赛道。下向从旭方口中得知前方有阿尔法，但对方车子是 6.8 秒的速度行驶，旭方觉得下向的 GT86 很难超越那么远的距离，然而下向却再次打了旭方的脸。此时前方莲花外侧露出空隙，让 FK8 失去超越机会，让阿尔法抓住机会超越 FK8， 而 FK8 车主还在气头上，这两人是配合作战港人心态，哪知 GT86 却突然出现在 FK8 后方，他还猛逼 GT86 一直很靠后，怎么在那么短时间内就与自己拉近距离，只是个下坡就冲刺到他的前方，难道这家伙用了魔法？话音刚落， GT86 就来到了北院网和八朝祥车后。八朝祥深知下向对赛车技巧把控很强，如果正面交手毫无胜算，于是他想到在下一个爬坡路段甩开 GT86。 论莲花的马力是有利于与 GT86 拉开距离，如果不这么做，下向会在第三计时区加速追上来。而领先的贝肯与食神为了争斗第一也是相当激烈，食神是 MFG 两连冠军车手，但面对贝肯有些乏力，而食神驾驶的是保时捷卡雷拉 GT3， 他怎么也没想到看似平平无奇的保时捷卡曼会紧追他不放，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耻辱。难道贝肯是从保时捷精英学院出来的原因才会让他感受到一股压迫感？而在驾驶座的贝肯嘲讽食神没资格驾驭 GT3， 历代保时捷卡雷拉是后置引擎中最强的存在，可食神却没有发挥到极致。画面转到香叶顺这边，此时的他已然来到第四名，但前方排名第三的版本丝毫没给机会超越，这让香叶顺怒火叠满，在版本车后不断左右摇摆打乱他的节奏。版本不禁怒斥香叶顺这白痴不考虑轮胎损耗满脑子加速，然而此时的香叶顺脑子里只有晋级，然后就可以获得小练的法式舌吻。而此时的 FK8 车主被下向的操作都看傻眼了，明明是直线行驶下向驾驶的老古董 GT86 竟然比贝肯的保时捷开的还要快，如果下向是靠着技巧提速的话，我干脆跟在下向车后偷学几招，搞不好自己也能焕然一新成为车神。然而下向漂移过弯的瞬间， KF8 车主又看懵逼了，明明车子性能都一样，下向过弯竟如此之快，他的 FK8 是 2.0T 涡轮增压，本以为靠着直线马力提升超越 GT86， 却没料到下向在漂移过弯的瞬间再次把 FK8 甩在后面。而北院望与八朝祥刚超越迷你的瞬间，北院望就从后视镜发现到了 GT86 又一次追上来。八朝祥打算改变策略，不采取以往套路，用车子阻挡下行，如果那么做他们的速度也会减慢拉低一次，于是就以常规的方式与北院望竞争，如此一来下向也没有机会在狭窄的道路上超越。随后三人陷入了缠斗，进入迷雾路段，由于赛道视野模糊原因，解说员也无法向观众讲解赛事状况，便借此给所有人介绍了下向的身份，却没料到下向的身份会惊呆了所有人。原来下向是个挂壁，下向从四岁起就玩赛车，而且还收获了各大顶级赛事的冠军，还打破了皇家赛车学院综合分数最高纪录。值得一提的就是下向的导师是赛车界顶级大神藤原拓海。